为了提升雅美达悟族书写的一致性，并确立族语单词与篇章的书写方式，日前雅美族语言推动组织在郎岛天主教召开110年度初步编定雅美达悟族语书写规范参考指南共识会议。我们的书写规范可以被大家认识一下、了解一下，然后。 希望第一线的在使用的这些老师，还有大家能够按照我们现在的规范，可以在书写上能够比较统一，就是比较知道就是各部落的用法有哪些要保存。会议中邀请6个部落族人及学校老师共同针对雅美达悟族语进入文字化的过程中，提供书写的统一规范，并且对于词汇有更清楚的定义。 与会的耆老沉重地说：“语言消失了，雅美达悟族也将成为其他族群。”族人表示，从口说的语言到有文字的语言，各部落常有音调的差异而出现书写的不同，以及在过去传统社会中未曾出现的现代词汇如何建立。 期望透过多次的讨论，达到浅显易懂，来强化族语文本阅读及教学的便利性。记者小马里达胜台东兰屿采访报道。